国道上示范校正回归，这画面实在是很惊险。有一辆行驶在内侧车道的轿车突然要切入中线，结果被按了喇叭示警之后，驾驶一时心慌，赶紧把方向盘打了回去，却也因此整辆车子就在国道上打滑，还回转了一圈半。还好后方的车辆有保持安全距离，没有撞上去。最后这辆蓝车是校正回归到中线，有惊无险的继续开走，而整个过程都被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。国道上大家车速都很快，但注意看，开在内侧车道的蓝色轿车突然想切出来到中线，被按了喇叭，一时情急，驾驶赶紧把方向盘拉回去，却失控又冲了出去，整台车在国道上打滑，还回转了一圈半。蓝色轿车就在国道上一跨三个车道，然后打滑转了一圈半，还好后车闪得快，踩了刹车没撞上去，但车上的人都吓出一身冷汗。最后蓝车校正回归到中线，有惊无险，居然就这样开走了，让所有人都看傻眼。事发在这个月2号，地点在国一与台78线东西向交界，蓝色轿车变换车道不慎，差点酿成车祸。到底要怎样变换车道才安全？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。人家按你喇叭，他紧张没有看到，然后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，并不是打了方向灯你就绝对可以安全通过。那你照后镜要看，那你窗外死角要看。变换车道要先打方向灯，告知后方来车，再看后视镜确认后方车辆状况，并转头再确认可变换车道的空间才变换车道。不要像这台蓝色轿车突然切出来，措手不及，实在惊险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